热到齐，那我们今天专业项目的 One Piece 榜题拉雪了，那又到了我们今天礼拜日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都是礼拜日的时候发放因为新的一周不是都是通常都是礼拜一吗？不过它好像都是礼拜日的时候重新刷新啦。那今天一样，先来抽一下免费时抽，有没有机会出好东西？好。哎，不是，刚那个盾呆什么意思啊？他直接让我宝箱看不到不过有惊喜啊，各位。哎呦，没宝箱惊喜哦，各位。27好，这个应该是没了。不过有可能可以出一只四星的，我觉得。金超，嘿，来啦，四星有没有机会？来，这边是片布。哎呦喂，而且还是那个鞋子的哦。啊，这绝对不可能是红发啦，好不好？又是裸，看起来很像啦，好不好？夺宝者有没有？又是插旗的哦，这个应该已经算是我们最近这个近几期的这个免费实抽算抽的最好的哦。哎，我这边又可以当一个封面炸鸡了，我就说哦，免费实抽居然哦夺宝了这个，而且还是我们这个有那个蛇人形态跟这个圆形态的啊，真的会出大奖的这样子哦，又可以骗了，好不好？谢谢谢谢，这个封面可以让我们骗一下，哈哈哈，免费时抽出好东西的感觉哦。好，那目前来说，这个赛季的话只剩下15个小时啦，应该是顺顺利利的。反正下个赛季可以再慢慢的爬一下。那今天来玩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什么？那是我们的这个传奇抗争哦。来看一下啊，里面是可以玩这些角色，来玩一下大锤好了。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因为我不知道里面这是什么啦，所以不知道。所以现在来说多一个攻击角，然后防御角的话，就用我们的这个长颈鹿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让我们这边的这个正义回血回快一点，回满来跨买几雷哦，好不好？看看看看运气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点。不过这个模式我好像忘记了，因为我现在目前比较知道的就是那个倒数模式那些的，应该还是比较那个什么。倒数模式跟那个什么，就是双人对战模式，还有一些东西，那个看名字我比较理解哦。好，那这边看起来全部都是夺宝者那我们用一下这个好了，看一下。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可以帮忙拉领地，结果一进去看，抱歉，没有领地环节，居然是打架环节哦，那就不太一样了。看一下这边看起来是什么的。是什么模式，各位？哇，我这边是半个这个奖章都没有。来啦各位。这个是我们的黄金箱，有啦，有这个夺宝阵型的，那应该还好，好不好？那我们这边的选择是对的啊，我们就是用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卡骨，来一个这个周段，然后疯狂回旋，然后回复我们这边的这个阵地的这个血量哦。来啦各位，那这边第一个要给我了，所以这模式应该是一样是我们的什么什么，就是夺宝阵型的哦。好，快速回，我们先来回一下。他其实本身这个回的这个速度就很快嘞，要许我。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也不用开周段，他本身回就超快的。哦，卡古是真的很不赖啊，各位。哦，不过这关呢，这场好像遇到那个就是宋温队哦，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哦。对啊，他本身其实不用开周段，他这个回的这个速度就世界无敌噼里啪啦快。有没有看到？哇，这个是，是吧？是我们那个 Windows 11，你们 Windows 10。那个窄路的这个速度，哇，有够夸张，有够快。你看，我只要在里面这样就可以了。等下有人在我们家，那没关系，我先把这些都回满。那边我应该是回不及了啦，哦。所以我们就是在各个领地都那个。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去这个 B 点，因为这 B 点啊，感觉那个就会来关，好不好？来了，长颈鹿头锤，直接一个，好不好？一个头锤直接锤死。然后这边是绿牛。这边来拉一下，拉伸，拉伸，拉伸，不是啊，你在干嘛、啊？我是你自己人啊，老哥。是不是在挂鸡仔啊，老哥，我们是自己人啊，搞毛鬼啊？不知道他在干嘛？他是讲用那个慢慢走路走过来，是不是？哦，不是，他应该在等那个哦，所以他在等我们那个吗？太好笑了吧？等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点，是不是？好，直接拉满。拉满超快的，真的是很快。然后这边来个周段，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疯狂的这个疯狂回血。你看踢烂了，吼，这个真的很扯哎，这个长颈鹿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那个卡古，真的是蛮夸张的啊。随便踢烂，干嘛干嘛？想干嘛想干嘛？直接拉满血。哦呦，那是谁？招得很帅，圣品啊！对，是圣品。
哇，我们这边比较凄惨哎，因为这边的话我们回不去其他地方了，你知道吗？中段。周段真的还蛮好玩的，跟这个分干相相提是有87%像啊，各位，踢烂各位，然后把这个打出去，再开个周段，周段，蓝卡库，头锤。完了，没事，我、哦、拉五个可以哦，可以耶，我觉得这个卡古的这个回复能量真的是蛮爽的，所以要不是他不是超喘的，我应该也是蛮喜欢玩他的，因为这种就是有助于就是帮助我们那个什么的，有助于帮助我们整个团队获胜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可以那个比较顺利的直接就是拉高这个血量，我觉得守卫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能够拉高血量，然后让人家就是比较难夺取，我这就是会比较能够那个让整个队伍这个获胜啊，就是获胜的几率会比较偏高一点点啊，没有问题啦，各位，卡古也是 nice， 好，那这一把来看一下我们队友选谁哦，队友如果选就是比较那个能够镇守的话，那我就要玩，哎呦喂，好，那我要玩大战士了，好不好？大战士上次60等完的时候还没有体验到这个铁锤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哦，这个80等大战士，这个是游戏里面给我们体验的，我们看一下究竟能不能打出我们好成绩。来了各位，哎呦，疯狂舔嘴唇哦。然后这边的话看起来，哇，这边有狼人啊，各位，那还有贝蒂啊，贝蒂是真的很烧哎、欸。好，这把我们就来打打架架看看啦啊、哦，跨买几雷哦，打架环节时间到，各位，大战士卡尔葛拉，他的进攻好像也是比较难，就是进攻走路的。没事，不过那个狼人真的蛮可怕的，是不是？狼人的那个灵魂抓抓棋啊，干嘛？雷利干嘛？大铁锤！哎，我没有哇，我没有把他打死哎，我靠，也太扯了吧，雷利要求，因为他身上有那个防御啊，没事。那我们就是来镇守，把他们都拉满了，也说真的，小心点，我靠，这边，哇，这个狼人很强哎，我的天哪，这狼人太强了吧，周段，我靠，这狼人应该是目前来说 CP 里面我觉得最猛的耶，哎、欸，他其实很强哎、欸，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他没有到很厉害，但完全误会 他超强啊，各位，真的是超强，我的天！大铁球，完了，这被打烂，妖修，那狼人好强哎、欸，那也算是很会玩的那种啊，各位，完了，我没有救吗？哎、欸，为什么每一个绿牛都要长那样啊？对啊，绿牛好像都会在那边直接那个耶，顺身，头锤！我靠，干嘛？中断！完了，而且我在中断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请我吃那个，是可以请我吃狼炮的，你知道吗？对啊，哎呦呦呦，杀死！睡啦，雨之犀牛！好，那这边我们就是快速拉阵地啊、哦，快速拉，拉起来，哎、欸，干嘛？鲁布别搞，别搞，中断，哎、欸，完了，等一下，哇，我中断还被断了，我搞完了，我、哦、好久他没有躲，中断。快，全部拉满，快，补血，帮阵地补血。然后我们这边另外一边也要去。有，我们现在是两边都在躲，感觉是可以的哟。我们那边拉高，哦，可以，中间你会拉完了，剩下8秒，各位，哎、欸，干嘛？
老哥，真的假的？老哥，哦，好险哦！摇了个球，哦，恐怖哦！天哪，好险，好险，好加载！